弹性，它是厚重的女生，弹性超级大的哦，很夸张。而且这件它的那个什么这样散摆的设计啊，它是做这样拼接，所以才可以像那种喇叭花一样，这样很漂亮的花瓣散摆。而且它会有那个车线，就会更显瘦哦，会更显瘦。那它有另外一个黑色的。黑色的一样都是后松紧的哦，对，然后这个雪纺的话是不会透，而且是有挺度的。对，你看这个松紧很可以，很大，真的这可以塞两个靴里没问题、哦、对，真的超大的松紧，很大的松紧，对，而且它里面是有内里有裤子，对，而且你看黑色就是直接给黑色的内里、黑色内里，所以不会觉得突兀哦。还有对色，对，有对色的，而且它的材质是这种很舒服的网纱感，它是那种花料网纱感，对，穿起来就是透气舒服，不会卡裆。对，这真的是台湾今天那么热要穿这个，对，因为其实夏天如果你的那个安全裤又要再另外搭，真的会很不舒服，而且会很闷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是有点，就是像刚刚薛莉讲，它是流，就是你下面很透气，很透气，这是很凉爽。对，这样搭超好看，它也可以搭粉色，对，粉色也可以。你们不用怕这个粉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粉也是有点藕粉，很好搭。上衣有一点点像，对，有点像，所以它其实不会太浅、然后也不是那种凌波的，对对，而且它前面的车线一样会帮你把你的骨盆往内缩，它其实呢它是有一点像那种拼接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它其实弓非常轻，然后它是有点小小的 A 字曲，所以它在骨盆这边往下是这样顺顺下，对，他们以为你的骨盆你的腰就这么细哦，对，我觉得这件还蛮心机，这件很心机，对。